欢？喜欢啊，过没了？啊，是不是的？没欢喜过没喜欢？你是不是干没亏心事喽？哼！我帮小小妹拉快递。喂，二小妹，你快递给我拿来喽。大哥。哎。我以为你帮我拿来了。拿来了。哎呦，到三姐吗？是三姐吗？嗯，是的。我给你拿个衣服，给你大姐询问。说你大姐高兴啥哦？说的是他拿衣服。我还以为是我衣服呢。咱别高兴。看好不好看？买什么衣服？小衬衫。嗯。你自己看。哎呦，红色的。嗯，我看大姐穿红色有个好看，我也买红色的。那也是个红啊。她，你那小姑娘，她能成妇女。嘿。啊天，又是红色的。嗯，这两件不一样。哎，这好看，这好看，这衬衫呢？这好看的，这我哎，我也看过这款式。看过的，嗯嗯，这个看过的，本来我想买，没买。等会你可以试着，我试一下啊。上我的试吧，你，要我等着上我的试。我先上我的试吧。好。哎，看试哈。你又干什么去？没干，你什么事儿哈？我俩也没欢喜，你。自己干根本不知道，去做饭。什么做上饭还？你喜欢这件大红色的卫衣。大姐出来哦！哈哈哈哈哈！难干死了，不好干。这衣服还是适合你穿。你我也你穿就穿，去了见见那个。我这不能穿。怎么样，大哥？啊，不是说，我不是说你，人家小，人家小姑娘一穿哈，多好看。你个老太婆穿的像什么东西？你像什么？唱戏。你死呀！你看俺小妹穿的红衣裳都好看。这是不是很亮？这衣服都适，这衣服都适合她穿。这好看，你看你。你还以为哎，你二十多岁了，啊？大姐穿的挺好看的嘛。想当年我从二十多岁过来的。哎，你穿个啥？你我人说，人家你穿那个青春美少女，你呢？穿个就跟那个洋娃娃似的，啊，头一个泰迪猫。你应该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上厨房去逮老师去。我算了。锅碗瓢盆都是你的。去。锅碗瓢盆，我不能摆饭给我，你是吧？你看俺小妹穿的都好看，你嗯，俺小妹。做饭，快。好看吗？你再试试那个。这件换好了。大姐，嗯，看这好不好看？大姐，你看这个是荷叶袖，比较大，西装领，袖，袖这样你穿好看，我这一穿，啊，要是刷完才好看的呢。凑，你看你这一件，我看看，好看，你穿好看，你穿试试，这个，啊，妈，我能穿呀，这。你什么年龄？我什么年龄？我一穿完还不跟那？这比我大几岁嘛？你试试。嗯，那还不是跟那个一穿完之后跟人家看一看上去啊，装嫩了，是不是那效果？是是是，我这不好看。来，还不好意思。我不出去，别去，不好看，难干死了，我不干。哎，好看。不好看，太丑了，你别，难看太难看。你看我穿个汗呢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！我给金着包给你看看。这就有那个碍事呢。你看，大哥把镜子抱来了，照看看。没有装鬼的，我给你。你看看。你办饭去。我是我不测试的办饭。看。看什么呀？这里衣服一穿啊，城里的姑娘像小芳，越来越好看。哎，不假哈，好好看，也不假，这人人靠衣装啊，人人瞅瞅衣服好看，这样穿是，这个好看啊，好看，比那大长还丑，嗯，好看，好好看，好看，还显瘦了，来来来，大家俩都说大红色，嗯，不好看，这还难看，这你那你的美颜，不美颜，开了开了，开了，开美颜了哈，嗯。我平时呢也很少买衣服，这次呢一次买了三件，大家看好不好看呀？如果你们觉得哪件好看的话，我就留下来；觉得不好看的，我就退了。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留言哦。